非常欢迎会当来台湾联谊啊，感谢感谢，非常欢迎。来自大陆福建的连江县妈祖文化研究会一行人五六十位来到台湾中部，拜访各地著名的妈祖庙。八号下午是来到大理的福兴宫，在庙方的陪伴之下，向妈祖祈求这趟文化交流能够圆满顺利。一上香，再上香。大理福兴宫的妈祖庙也是有300年的历史啊，300年是在二十多年前，我们才改建成现在这个面貌啊。难得来到台湾，走访各地信仰中心，对于庙里供奉不同的神尊以及丰富的石雕艺术，每位团员都拿出相机不停拍照。庙方表示，除了两岸共通的妈祖文化以外，也希望能将台湾庙宇独特之处介绍给大家认识。所到每一个宫庙，我们对我们印象都非常深刻。你们这边对妈祖弘扬妈祖方面做了非常大的贡献，还有做了很大的积极的贡献。我们把你的好的经验我们带回去，一支出来是非常的好啊！大家会当来带来相平哈，会当讲文化交流啊，让咱顶知影，包括吼全世界人拢知影讲，咱妈祖会成为公代，成为现实哈。一面参观，还有专人讲解建庙严格，庙方热情款待，让造访的研究会团员相当感动。除了附赠纪念品，象征双方友谊长存，最后也不忘邀请福兴宫，有机会也要到福建来谈文化交流，共同发扬妈祖文化。记者洪家宏台中报道。